慈悲我们，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。我们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，任人践踏与毁谤。我们要低心下气，也要理直气壮。我们屈身自如，道念坚强。我们不彷徨，不受自己的障碍。我们目标正确，稳稳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悲之光，浩荡。广度众生，使天家一家世界大同，到处都是修道人。让我们合唱《四海都有修道郎》。嘿呦，嘿呦，二三唱。嘿呦。接着我们齐唱《天船达西岸》。
达的三界希望的光，也是众生的避风港，必将风平浪静天团圆。将来能够道成天上，名流人间，让我们合唱群仙颂。小桌之前呢，我们感谢前人慈悲，我们请前人慈悲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指示。今天在不成的小桌做最后结束之前，我们首先请前人慈悲。今儿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个人的临时动机啊，确实也没有人给我建议，叫我办什么事儿啊，我就是说这次在台北多住几天，那么看一看各地区。道务的情况，我也很愿意，很希望在我们台北各地区啊，个别见面啊，比较有亲切感，也可能一般的新道亲感觉到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一点。那么给这几个简单是讲师研究呢，报我们这几天的课程行程，这次我们排的相当好啊。也不长也不短啊，非常的圆满。他们最感觉到是我们高兴，是我高兴的啊，就是每一次啊都有合唱团，他们都有说一说各地区他的内心的话，都不错。那么最后末了呢，来到你们融合，确实感觉还是不一样，确实你们都是很成熟，你们都。对道体会很深，今天你们这合唱团呢，有一点别开生面啊，这个还有录音，是有录音是吧？里边有录音，有旁白，有旁白有录音嘛？啊，没有，现场拿麦克风讲的，这我看着好像有录音呢，唱到后边去了，对，我认为是录音呢，好像你们这个合唱团呢，虽然是临时的，也是用心良苦啊，不是说三个小时就把它凑成的，也不是两个小时就能够合成的，也可能也有几次啊，而且唱得很好，这个选的这个老师讲的训都是很有内容，都是恰到好处，我听了很高兴啊，很好，谢谢你们对我的表现啊，好。我们合唱
不成的小舟。团聚，使我们今后更能相互提携，同修共伴，这正是您老理想的道场。今后我们更要同心同德，团结在一起，以报天恩师德。永和地区全体后学恭祝道运昌隆，祝福您老盛业绵绵，正功康泰。小舟声中，我们最后大家前人跟大家合照啊，我们请。
稳稳直上，让千万人沾到慈晖之光，浩荡。对内成全自己，对外广度众生，使天家一家世界大同，到处都是修道人。让我们合唱《四海都有修道郎》。嘿呦嘿呦，二三唱。嘿呦。更要始终如一，使我们法船满载，圆佛子满法船。接着我们齐唱《天船达西岸》。